上集说到，杜鑫倒插门的徒弟和老板女儿在二手乐器的帮助下终成眷属，同时城中的其他人也在二手乐器的作用下相继牵手成功和相亲成功，而科技教会的人也成功通过本次暴乱入侵到了青港城，并开了一把爆破模式。许久不见的秦然老铁上来就为我们的陆鑫送了一发火箭，直接拿下了我方吉普车的一血，随后叫上他的小弟进行火力压制，他一人去摸单 A 点下包，我方队友火速赶到现场，并在全甲长枪的大优势下被对面打了个团灭。最后妈妈及时登场，开启风墙挡住了所有飞行道具，陈总回蓝完毕，开启大招给对面开了个队友伤害后，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，对面把自己队友给干团灭了。此时此刻我们的女主也即将登场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本集后续。陈大校友安全送往医院，目前正在接受紧急治疗。是，正在处理中。正在监控。二号卫星城通讯情况控制住了吗？还没有。各位能力者，我是二位通讯组组长铁翠。青港城内的污染暂时处于中度扩散状态，平均精神量级150左右。若短时间内不能采取有效举措，污染可能会进一步升级。第一支援小队将在两分钟后出发，队员为九五，还有娃娃。孙叔，你们没事吧？孙叔，小洛，人呢？文明先生，陈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陈大校让我们来这儿接应您。卫星城内同时爆发了五处大规模污染，情况非常严重。红月亮小学的师生都转移到了安全地区。文明先生，你要去看看吗？不用了，辛苦你们。陈大校怎么样了？他被及时送往医院，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他给您留了话，知道您不放心这里，还是眼见为实比较好。现在立即赶往清江路广场支援，那里需要您的力量。让陈大校安心养伤吧，其他不用担心。既然他保护了小鹿他们，我也会竭尽全力去保护他在乎的人。信息分析小组已就位，丹兵先生。丹兵已就位。丹兵先生。你的身体情况是否允许你执行任务？问题不大。好，现在通报事件初步调查报告。096号特殊污染源疑似与义卖玫瑰的男童相关，威胁等级与污染等级均为高级。受赠玫瑰者会对赠予者产生异样的爱慕之情，并逐渐发展为畸形的战斗力攻击。该污染潜伏期较长，且在卫星城各处同时爆发，推断此污染受人操控。是能力者所为。十七，帮哥哥一把。三名先生，您千万小心。卫星城内现有五处污染源，其他能力者正从主城赶来支援，但人数还是不够。壁虎。知道，叫我参与支援了。怎么，心疼我了？我不会让科技会破坏青港城的。我要给兄弟们报仇。壁虎，你注意伤口。哎呦，尤琳娜，你这句话，就算让我单挑精神怪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哎，出啥事了？壁虎先生，您自己看吧。这么多人，他们
怎么都在哭啊？报告显示，这些走向高墙的人对喊话没有任何反应，动作也很迟钝。玉虎，现场污染量计多少？居然没有检测到污染。这不是我能独立处理的情况。琳达，快，要当兵了！哥哥，你看，好大一朵花！单兵汇报清江路步行街污染情况，广场上多了不少一朵花，被玫瑰花附身的是，看起来可都不正常。这些人什么情况？这种污染的传播性极强，被感染者会渴望将污染散播到更多区域。支援暂时赶不过来，我们人数太少，快撑不住了。这种性质的污染并不稳定，建议丹尼先生直接清理。明白。广场中央还有一株大花丛，造型很奇怪。位置与调查报告一致，那就是污染源的核心。看来有效。单兵报告，我已经破坏了污染源核心。您做得很好，接下来要阻止刺激污染源扩散，这是最麻烦的一步。携带玫瑰花的精神怪物都可以分化为新的核心，要想彻底清理它们，只有将污染途径全部截断。我该怎么做？有两种方式。第一，对被污染者施加更大的精神影响，强行改变他们的行为；第二，阻断他们的行动路线。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没办法。你说的第一种方式我不会，不懂简单一点，直接把他们腿打断了。玫瑰花。可真够恶心的！更恶心的还在后头呢。不是吧，老大？又是你赢！再来，再来，下一把我肯定赢。速战速决，别耽搁太久。放心吧，老大。好戏马上开演。我的爱，我的爱消失了。为了花，我要怎么证明我的爱呀？戴明先生，检测到
道广场上出现异常精神波动，群众警惕。哥哥你快看，大姐姐好勇敢啊，她想飞起来呢。不，啊，飞飞花枯萎了，我要用生命证明我的爱。吉姆，我永远爱。主任，这是陷阱，他们试图通过污染群体的大量死亡在卫星城内制造混乱。跳楼污染环境，真没素质，我不管了。小鹿，咱俩在这儿碰上一定是缘分，不如搭个伙一起跳了吧。啊，主任，你别扒拉我。好帅，老公，我好爱你啊！不行，来不及了。不要抬头，娃娃来吃你了。哥哥，我好想把那个大姐姐变成我的玩具啊！听话。不能抬头。哎呀，哥哥不用害怕，抬头看看吧。他是娃娃。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人？你带我走吧，让我爱你。猎户以前提到过他，这就是能施加更强大的精神影响。没错，娃娃能让所有人在看见他的一瞬间爱上他。不过娃娃的能力太过强大，很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精神改变，所以总部害怕了。幻想系能力者酒鬼，他的漫画世界可以将这些人引导到安全的地方去。好神奇啊。我们星港城的能力者也是很强的哦。小伙不错呀，来来来，老铁们集合，排队下楼了啊！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过来过来，排排坐，吃果果。这就是酒鬼。不过，他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位60岁的老大爷。深信紧急联络，正在接通中。外面，壁虎在南墙遇到麻烦了，你还有力气吗？我这就来，让壁虎撑住。来来，回头见。快点跟上。再见。娃娃竟然说话了。九江路污染爆发约20分钟后，大批民众开始冲击城南高墙，目前聚集人数已超过2000，他们不说话，也没有暴力行为，所有人都在无声。
这是什么类型的精神污染？抱歉，戴笠先生，血魂。